香啊！终于到里面了，今天下大雨，然后龙华寺这边的香火券还挺便宜的，只要10块钱。之前吃那个静安寺要50块钱。先要去请一点香。龙皇，一把有求必应，一把祈福，一般性这个这样子的吧？好的好的，那就这样。再加一把就分掉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就加一把。哦，现在请好香了，我去烧一下这个香，这边吧。今天有点操作困难，因为今天下雨。上了，先拜一下。今天虽然下大雨，但是还有很多善男信女来烧香。现在进到里面的各个店里面去看一下。这里是那个弥勒佛殿和天王殿。咪咪，有只猫爬进去了。咪咪，这是龙华寺的大雄宝殿。
圣宝殿。哈哈哈哈哈！狗狗，小狗狗，就有了。寺庙里有小，多小动物。你要去吃点东西。去取面，那我再来买一点这个现烤的月饼。现在中秋节要到了，这个月饼的生意真的很好。哦，你看他这边现烤的，想吃服务员面还是罗汉面？龙华寺的素面，这个是罗汉面，然后里面有这个豆皮、黑木耳、笋片、胡萝卜、香菇，这个应该是杏鲍菇，特别的丰富。这样一碗只要15元，而且你是先吃面后付钱。他们的面是那种扁平的这种粗面，好香啊！这木耳烧的特别的糯，特别好吃，吃很有水分。这里的面是偏那种咸口，然后没有甜味的那种。我之前吃很有些素面是偏甜口。很搞笑，因为他这边卖两种面，15块钱的那个，哎，那个是什么面？对，罗汉面和20块钱这种面，然后两种面的浇头长得差不多，然后我就问那个面的阿姨，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他直接就跟我说，你吃这一碗15块钱的，他以为我省了5块钱。我们可以吃一下，可以吃出他做的食材都特别的新鲜，稍冷，软硬程度刚刚好，料真的太足了。素面差不多吃完啦，叮！现在准备去提这个月饼了。然后之前我去食品一店买的时候排了一个半小时，然后这边完全就是直接拿，太方便。买好了这个进去月饼，走了。好，那今天来龙华虎寺烧香，然后吃素面买素月饼就结束啦，还是有点下雨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